哎呀，你看你那牙，跟牙都坏了，怎么吃啊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看你那牙。 一个人在这里干嘛？我和石青哥哥带小朋友来写生。那也要告诉我。我不是看你太忙了，不想打扰你吗？而且，一谈到石青哥哥，你就不开心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小姑娘，糖做好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喜欢吗？ 喜欢的话，记得买单，我刚刚钱不够。嗯，这就对了，就应该男朋友过来付钱。我不，又怎么了？谢谢啊，慢走啊。 最近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。金楚哥，你说过很多次啦。沙月的事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你也不要不开心，但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，就来找我。好。再忙。 你的事情我都有时间处理。嗯，知道了，金楚哥。顾世清的公司涉及了很多刑事案件，我不希望你跟他走太近，我怕你会惹上麻烦。可是石青哥哥真的对我很好。好，知道了。以后他要是再找我呢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可以吧？ 别动，把手伸出来。 这是我从今以来得的第一枚勋章，从今天开始，就交给你来保管。它可以鞭策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对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竟然送给我了？不要就算了。啊！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去的？以后无论你去哪儿，都必须告诉我。 就算你逃走了，我也会想办法找到你。嗯，这首歌我特意给你选的。
怎么样？听说案子有进展了，是不是杀死沙月姐的凶手找到了？哎，我也没为沙月姐帮上忙，心里挺难受的。你不是已经帮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打电话告诉我们张涛是嫌疑人。张涛？谁是张涛？我不认识张涛。反正不是我。你觉得没有证据的话，我会这么确定吗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谁告诉你的？史清哥哥。顾时清。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因为他人好啊，他知道我想知道，所以告诉我。不像某些人啊，不让我管就算了，我帮忙反而还要怪我。他人好。杨绵绵，你搞清楚，陈明是他公司的员工，美亚是他公司的代言人，沙月也是。开立的负责人就是顾世清。还有，他有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他为什么不告诉警察，要告诉你？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又是这样。杨绵绵，你相信我吗？最相信我。我知道你很想帮忙，但是有些事情必须是我们来做。你一个人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从陈明绑架你开始，你就有一件事情一直瞒着我。我问了你很多次，你要么逃避，要么不回答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说你最相信我吗？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现在不是有我吗？我可以帮你一起整理。这件事跟我哥哥有关，是我们小时候的事儿。是在认识你之前的事情。你看我身上，我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全都是问题，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我哥哥的死是不是和我有关。金楚哥，正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我不想你卷进这些不好的事情里。金楚哥就应该做警察该做的事情啊，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，对不对啊，金楚哥？